我昨天晚上又梦见我娶媳妇儿了，然后马上去搜单身狗总是梦见娶媳妇儿应该吃什么，我这么一搜，哎，老板，哇，这个拿点粉条，粉丝红薯粉，那种吃的比较好吃，它比较弹牙，比较弹牙是吗？ Q 弹爽滑是吗？对，啊，倍儿蓬是吗？我就要这么粗的，对不起。多少钱？四块是吗？四块是吧？对。好的。一碗酸辣风人参，一碗酸辣粉人参。红薯粉丝加温水泡开，阿绿中加两勺辣椒面，两勺白芝麻搅和均匀，酸菜切碎，小葱切花姜切末，再准备三两猪肉末。莫名我就喜欢你。DJ 热锅 ，MC 酱入包油，胖手转锅，油热之后下姜末炝锅，转小火下入芝麻辣椒面，炒香后下入酸菜，翻炒一分钟三味融合，再下入肉末，来盖料酒。翻炒到完全变色出油，加一小撮糖提鲜，倒入一大碗清水冲开，大火烧开，下入泡好的红薯粉。哈，这个酸辣粉真是无敌的，真的。尝一根，来一大撮盐调味，煮三分钟。粉在锅中翻江倒海，线条自如。关火，淋入自己接受量的香醋，沉入碗中，撒上花生和小葱，一碗酸辣。粉人参，酸是一种刺激，辣是一种痛觉，反而这种酸楚的疼痛更加让人上瘾，这是大家对征服困难的一种享受，也是对酸辣的一种认可。做一个永远爱做梦的孩子，记得按时吃饭。抖音